妈，一会儿我要洗澡去了，受不了了。弹幕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打给你看好吗？哎，不读婚啊？原来不读婚。读晕啊，晕月啊，那么是不是晕之类？我说银之类的吧，银和晕有他妈的，哎，这倒是玩开头的，你他妈昏你个二逼啊昏！你不读晕啊？你退了，你不读晕啊？不读晕，不读晕。宝宝什么字啊？我给你看一下啊，那个字叫什么？就是一个宝宝，哎，宝宝是谁啊？宝宝是他的南京的宝宝。宝宝，恶心了！死亡在，你怎么鸡巴肥我多的一逼啊！我操，恶心的一逼，网恋还叫宝宝？宝宝怎么了？我就叫他宝宝，怎么了？你咬我！我操，你咬我，怎么的？我前头王宝强也叫宝宝，好恶心啊！我的天哪！听到你叫宝宝，我就想到王宝强在那里。嗯，来来上车，上车，这里上车啊！别的这个车是192后驱大马力 M3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来，双门跑车，来，现在有绿灯啊，我看这里。别人都说了，刚好在看见你直播，你还说上车，你没脑子。他说刚看完直播，来啊！我不是一直在你旁边吗？他们抢上铺，我们直接杀呀！那直接他妈的个逼开不过去干呀，就这么简单，老牛先给摆好吗？不用，看见人直接摆。W 好。要摆。不用摆，他怕我之后板会把人封住了。哎开呀、啊！快点！宝宝这个字读什么？你宝宝也是个地智商，宝宝。你宝宝懂个屁啊！你宝宝懂个屁啊！网恋的，你管我！我上单呀！滚！谁跟你单啊？我他妈就要跟你搞！操！你妈！保他呀！就是啊！保他呀！这都不认识还不保人？穷？穷月？穷个鸡巴毛啊！穷！死亡来了，自毒穷啊！自毒穷啊！自毒穷啊！真的假的？是啊，穷穷子力啊！听过没有啊？没文化哦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文化，原谅我。听到没有？我666，我操！666，看来还是站起了弹幕，我操，文化高啊！给我补个 GP 好吗？我去打架了，好，两级混一个，一个这个倒给我，这个倒给我，这个倒给我，去买 GP 啊，求你，好，去买去，滚滚滚！真是你补到了好吗？我没补到，带路木被放了，走，带路木被放了呀，需要香味，昏昏，香味先去把中路干掉。昏
没文化很可怕。哎，这那谁告诉我这成语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就服他。现在马上立刻告诉我。不要百度。都说不出来。五个人他妈的文盲在玩游戏吗？玩不玩呀？下路不来杀。恢复女王。上上上，给板。好，就关机。摸你一下。女王上路恢复。恢复能不能给我啊？啊，你要有。我操，这个楼下。给瓶子。不，给你。把他封住。我可以他妈可以爆烧。形容孤孤单单的、啊。哇，那我要叫这个名字了。我把他封住之后，因为我就是孤孤单单，我也是孤孤单单，这肠胃也是孤孤单单，因为他虽然是两个人，肠胃有宝宝。我打怎么办呀？我不想这么做，没有办法呀，我呼噜打得太大声了，没有语言。打呼噜怎么办？我好大声。我一点睡下去，一点打到八点钟，你妈的，那自己好爽。小马有没有录啊？这两波操作，哎呦，看小马有没有录呢？弹幕说阴阳怪气的人凑一起了。完了，这车跑了，怎么办？哎呦，你他妈这车怎么从那里过来了？母王姐姐，我来了，别吓他。Come on！ 哎呦我擦！给你输出，你他妈回复啊！我要回复。好。点到底切了就不会打呼噜吗？别骗我！主持人，小电话给我吧，我过来，把小电话给我吧。为什么？怎么样？因为，到时候把他杀了呀，就这么简单，杀了。你点个伤心的理由。可以了吧？带你滚来。走了，你别出来！哎呦，我他妈给你个鸡巴小电话！我操你个爹！我就是过来要个小电话的，别的我不想干嘛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现在别唱，马上你就会自己唱了。哎呦我操你个爹了！到时候这歌不用学也会。如果伤心需要理由的话，一千个怎么够呢？哎、我的，没挨不到，丢失了视野。你他妈下路人杀就是不来，就他妈去别路。我拉下机，挖到你拉不拉？他刺进去了。我想去远古商店、啊。给个视野。哎，有视野。这个场景能动上吗？网络那种止鼾器有用吗，兄弟们？我他妈别的路杀的风生水起，你让我来下路杀，兄弟。好戏这不杀。你看。这个不用说，书生就来了，这是默契。对啊，你他妈神医师他妈喊半天都不来，这名字简直我不来，我中路杀两次，他妈的，这名字简直就是讽刺，还叫自己神医师。我就跟你讲啊，你不来中路也可以。大大大一点都不懂事，自己看，我又杀人了。我操！只要你搞得中路患得患失，被你卖了。这里不刷蓝胖的，亲爱的，带客户吗？现在不带，如果跟秦叔他们开黑的话，我就不带的，不然他们说我占便宜。谁说你占便宜啊？对啊，你
客户占便宜，打而已嘛，主要你怎么动不动你占便宜？就是。那你等我加我微信吧，这个是我微信。好的，小马路了。这个手机号码爆破，兄弟们，158-5009-6504。158-5009-6504。哇，你个逼真的是蠢到没边啊！我们在直播，你把手机号发出来。158-5009-6504，兄弟们打！兄弟们打！158-5009-6504，158-5009-6504，他妈，我可没把你手机号码爆出来啊！爆破！哇，你个逼真的是蠢到没边啊！我操！他妈直播打手机号码，这你微信不能弄个名字啊？那怎么办？中路他们变成高三了。哎呦，笑死了！我上次手机不小心他妈09平台是走登录嘛，他妈压死我了！我他妈手机被爆了。我们做主播的随随便几个仇人啊，一直不能随便。就算没有这个仇人，就打得好玩嘛。你妈个逼！现在他妈山东人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操你妈！我老，我去听个听一下。嗯。啊，你妈逼啊！你妈完了！你傻呀！你他妈！你赶紧关机！我跟你讲。这边没先保存好号码，你们给我个瓶子吧。老弟，知道不？喂，哪里？喂，哪位？喂，哪里？喂，哪位？操你妈！你怎么傻？救！谁是救？啊，我的哦，来了，哎呦，打又打，算了，别，我没撞，哎呦，黑了，到我这里死不了，别动，你没弹吗？没弹，这个钻塞高，继续追，他死了，你不觉得放？继续追，你给我个视野就行。好难打，耶，我人呢？等于你的号码我也记住了，能等你加添加个好友啊，158-5009-6，你真好记，这是个那还是个靓号啊！我给你们个号码，你们帮我爆破他好吧，兄弟们。哎，别打了，真的让他们别打，我操你妈！这个逼欠我8000块钱，欠了妈4-5年了还不还我！啊，你妈这不是158-5009-6503？不是，186-67-17。谁是这个眼？你拉一下。对嘛，这个号码，这个逼欠我8000块钱，还有一个人欠我10000多，所以你记得一些我的他，公司。我都他我知道啊。欠我10000多块钱没还，你妈。为什么会欠你钱啊？我都他的。哎呀，我帮他贴片嘛。哦，我操，这个他妈要打电话了。妈呀。对呀、啊，我都他那个逼在装可怜嘛，说自己办了什么 W 什么地府什么，哎呀妈。你上去我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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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谁的电话一直响了，烦死了，谁的电话一直响了，烦死了。香味，对，张马斯广告，那还有个我知道他欠我好多钱，妈逼10000多，那时候我一个月收入已经到10000来块钱啊，我操，到4-5年前了吧。对啊，好几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年终奖我都没有漏了，我顶了，还要你顶？你不 F 啊？他妈的，没 F， 我主机的，一直 F。哎呦，谁在一直打常规电话了？你们千万不要打158-5009-6504了呀！6504，为什么要打了？还不如发短信呢。
你在暗示我操！你在暗示。我没有呀，我让室友千万不要打15850096504了，那是我们、哎、不要发短信，对，也不要加微信，千万不要用炸弹去炸这个号码，不然手机就会被炸没电，只要半个小时。同学，我跟你讲，你先下个360，拒绝一切陌生电话。发短信手机会死机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直发，大佬，今天放出来，我在后面蹲着你。这一个导弹吗？牛头，牛头有弹吗？不大，他妈过来呀、啊！过来呀、啊！我的妈呀！186！哎呦！我操！皮皮虾，这个人叫皮皮虾。皮皮虾，我们的一起谈女朋友，吃炸鸡，喝啤酒。嗯。你妈？我有一颗。他来了。哎，冷静。太有雾。哎、啊，兄弟，你刚刚要陪练的那个人微信是吗？看呀、啊。微信是什么？啊、我他妈的太完蛋了，现在。太多人加他微信了。A sensação do fim, só que dessa vez foi diferente. Nem olharam pra mim, me benzi, sorri quase batido. Boto fogo no asfalto, meu rolê ainda não tá perdido. Troco o CD, dou um grau no volume. Jogo o cotovelo para fora, tremo de costume. No viaduto, caminho vou rodando. O céu tá clareando, o dia vem raiando. O galo tá cantando, o dia me aproximando. Continua ali lá. 把墓碑能 A 了吗？不能，完了。棒子给你们回血，奶棒。没事，这个逼死定了，。哟，翻车了呀！你已经被我烫死了。跳！我操你妈！别他妈发我微发我短信行不行、哦？你妈个逼啊！妈妈的！我有魔棒，快走！我来了，苏晨，回头跟了喽！回头跟了喽！热，拜拜 ，see you tomorrow。我操你妈！换短信，158509604，六零零四。哎呦我操你个爹！别他妈自己不上，他妈要我上，我超神人怎么样？来，健身也死。我操！哎，我的，有我在，放心。爆呀！啊！我操！放墓碑吗？回家回去。你妈个逼呀、啊！操你的妈呀！他还跟我单挑，不知道我有多少。兄弟，你那个微信叫什么来着的？看一下。我手机号码每个月话费128，我没打一个电话，然后里面大概几百条免费短信吧，都是我。啊，兄弟，你要陪练的话，你注明一下陪练，好吧？你注明。第一次见主播把自己手机号发公屏上。然后被挖到看穿了，还说不是手机号。还说不是
是我手机啊，别人哎呀，这嘴犟的一逼，以为智商高的一逼。妈，随身也行，把自己地址报出来了，妈，别发过。地址报倒还好，我们这治安还挺好的。但是我还是不敢报全的地址。随身地址一暴露，然后别人过去门口，那门口什么写字，快递大便，进过来的。那是黑粉吧？对啊，随身黑粉很多的嘛。哦，很搞笑的，门上次不是报警，直接报警还报警了。快走快走、哦、我接下来没了、啊、这波不能打没事可以绕过去打怎么说绕绕绕绕 S 走了这波可以打我用所有魔杖给我追！哎呀，哎，红岛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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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人头我要了，好吧，真的。追，爆爆爆爆！来这边推塔，我有秘法。你妈个逼！哎，你们这帮逼真是的呀，完蛋了呀！我才不会发地址，我发地址估计会有谁有妈寄冲。老牛有粉是吧？对吧？干就干，我们干，就我们三个干，好吧？就这么简单。逮谁谁死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把鱼要带我。好。这边肯定有人。我操！我。老弟子，你知道？我又没发过别人，你这什么意思啦？兄弟，你不是干的吗？我没说干，我说这边肯定有人。我以为你说干呢。什么？是谁，五哥？飞机，飞机，飞机，你可以跳。我跳是。三星八了。真是眼刷了。嗯，你跳吗？能打吗？我也跳大，跳大，跳大。躲喽！我去做眼，我去做眼。秘法，秘法。我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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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。我操，用秘法了。那个吗？用了用了，兄弟呀，在健身的呀，还是能推的。他们长期没大了吧？没大没大。教院学院查的，没有，星星怎么可能寄我耳机？我耳机没放过。哎，我是不是死了呀？掉头，掉头，掉头，掉头。牛头没有，牛头没有大吗？牛头没有大，有大我估计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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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分八分少了呀，蝙蝠八分少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滚可以，这个滚可以。一应该可以，上网能上网控制。我死上网死，能不能管我？封死了。我过来还有秘法，我来发射个皮不好吗？这逼抢人头是真的吗？能见，就是你怎么是这样子啊？死人，一点都不给别人机会，还想 S， 还想 S，
一个的。呀，现在弹幕礼物好少，兄弟们刷一波弹幕看看礼物多不多，弹幕礼物好少啊。你们就大宝剑啊，你叫什么，你微信叫啥，兄弟，你微信叫啥，你注明一下你微信叫啥，我加你。对，我送几个眼给你，你拿你拿你拿，你注明的是吧，我看看你什么开头的。真的没有好像、那陪看到了什么菜呢是吧，兄弟，你他妈参加中国好声音了，你China Top Meeple， 这是我的 ID。 推吧推吧，我拿个单刀，谢谢合作上的猴子。是你下直播去飞王者吗？要上车吗？推清场吧，感觉有点怂。给我家呀，谁是你给别人家干嘛？谢谢大家一个血瓶。哎，谁是 C 你知道吗？就是啊，谁是怎么？我点错了，我点错了，我点错了。降还降？就上来推中。他妈多少来着？是不是？我忘了。要打个盾吧，怎么样？哎，杀他了，我杀他了，我杀他了。完了，我滚他了！带我上车，带我，带我上！哎，我操，你滚得太快了呀！别！完了，他 SK 跳了。哎呦，冲太凶了呀，兄弟！我带你滚了。喂，哪位兄弟？不是谁？小兵吗？那个，完了，我死了。啊，完了！哎呦，我的！我想先秒掉，再先秒掉那个秒掉了，他妈滚！我滚第二个滚滚的不好，他妈滚的那个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，兄弟？打个盾吧，打个盾。怎么跟阿 B 软子似的？这不我有跳，我有转。队友们要赶紧走了，这样会翻啊！兄弟，你是话费多吗？会说啊，怎么不会说啊？你是谁啊？我看你们在打打吧。哦，你跟我来一句，常威会武功行不行？常威会武功。可以，兄弟，给面好不好？说情书，说情书，阿比软子行不行？不能说他的地方。我操你个爹！那你可以去死啦！这一开说成粉丝，那你他妈可以去死了呀！我操你个爹的！你看到你了，我加你了。走吧！来啊来啊，抱团啊！好。等我一下，他们不敢打，要不这样，你们那边号，我在线怎么样？我在线很快。行，那我手机一会儿就没电了，这样子。你先误打了模式呀，电话打不进来了呀。我马上就 TP 心理好了。免打了模式啊。我一会儿是可以踢过来的。你叫什么？是不是什么拆的？哎，老牛，你怎么在那里啊？我先踢走了。他们炼金不在，别打呀，别不敢打，他们炼金不在的。
也不是墓碑插这里没人打呀，怎么打？我来 A 墓碑吗？上午没有干，上午没有干了。干了干了，这波干了干了，我在这了，我已经在这了，我已经在这了。我留住了，我留住了，我已经减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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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减速了，就减速到了。落落落落落落落。我去砍树王，我去砍树王。谁呀？打打啊！打打盾，打盾，打盾。有人跟我一样的去吧，你们干，我去冲单了。龙哥，你拿对吗？怎么样？你踢我就踢，你踢我就踢，你踢我就踢，快点！我就踢了呀，我踢了呀，撸了呀，可以啊，我推推的，把他敲起来。还有你拿吗？嗯，都可以，你下来就你拿，那我拿吧。不是，我说你的是微信的昵称叫什么？啊，学员们别倒了，别倒了，我学员们别倒了，不要影响常规做生意啊。他不然怎么有资金去跟宝宝一起那个是吧？南京消费水平挺贵的。对的呀。哎不，我也不到 QP。要么就推上啊，要么就推中啊，赶紧，那已经要活了。推中啊。我把那个演的视野好大呀！好，来，秘法带我，秘法带我。我有准备吗？我一会儿直接你把我滚进去，我扔个大蒜子。看了一个尝试，下路能推吗？啊！夜镜能上吗？能上，我推过去推了。可以。等下，大路走一下好吧？你家得先走了。你是英文名字 Moodle 是吧？你爹他叫你爹，你爹撸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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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抱随便抱随便抱，放心，我这个抱呀抱到他妈的都不认识，真的。路上给你加了，我手机很小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现在手机铃声？木点，木点，木点是吧？我去加一下。木点，哪来木点啊？他问你的配电费还没涨价吗？没涨啊，我不想涨。哦，看到了，木点，木点看到了。推上吗？推上吧。我发现了，这些水友啊，住在哪里比较多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山东的、湖北的比较多，真的。都他妈山东、湖北的。哎呀，我懂。啊，四川的也多。撸！
滚到哪里去了？没死的，基地了吧？都滚！拆光吧，拆光好看点。好吧，拆光。